浪女回头金不换，不要再骂人了。别人 Sandy 被酸靠爸险隔反击回台湾，没用过我的钱。余祥全日前生病后康复，开始跑通告。没有啦，他其实他没事的，他最近正在网上飙升呢。对啊，俊浩，俊浩，很可爱的一个孩子，有接班人的姿态已经慢慢出来，而且每一次来啊，真是鼓励他几句，然后他很愿意在节目里面表演，对不对？永远忘不了的余祥，怎么样？是什么状况？就是比较身体不舒服。不是，他现在这里怎么样？这里是钉子。啊，钉子啊！是说女儿 Sandy 日前被酸靠爸。Sandy 没有 ，Sandy 没有靠爸。对呀、啊，祥全也没有靠爸，他们都靠他们的实力啊。我二女儿也没有靠爸、啊，对不对？叫他来当老板，他不干。Sandy 从美国回来台湾到现在没有用我一毛钱，还买车给我，浪女回头金不换，在骂人呢，我就替他觉得悲伤。你骂你要骂对的东西嘛，说是一个主持人，你上一场在哪里主持？我如果起你的底的话，你最近的工作跟你的收入，我把你 list 出来，就知道什么叫靠爸，什么叫啃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那个人都没表情，对，因为他那个自己不摘掉啊，躲在那个 keyboard 后面拼命屌人家啊，我们对不对？